我想说你们怎么了？原来你们都这么的大胆呐、啊！也不是大胆啊，就是这么熟吗？我 是还好啦，因为那是之后。我讲啦，其实我比你们还怕生，就只是说，如果我也怕生的话，啊又不跟你们有接触的话，啊怎么跟你们都这样讲？怎么说？你看哦，你们明明是我的粉丝啊，我还很怕你们的话，这样感觉又很不对，所以我就是硬着头皮在跟你们熟这样子。其实我本身在外面，我就是都是点点为恭维的那一种，不是，你不用道歉，就是怎么讲，就人会变嘛。我想说，你们应该还有其他事要忙，想说叫你们先去忙其他的啊，我先去摊位上面去忙自己的，就你们就跟着进来。我想说，好吧，反正好像附近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坐，就让你坐里面。不过过年场应该就没那么大的空间了，因为这一次是因为摊位真的超级少，所以他们才摆得特别宽。跟兔子，要怎么讲？因为平时在兔窝没有交集的话，就比如说我跟几个比较元老的兔崽子，不知道他们在挂台啦，因为他们现在在玩麦块，可能可以追追他们。然后就是跟他们比较熟啊，白天了，就是平时就有在聊天，然后出来当然会比较有话题聊。那就是像你们有时候都不常讲话的，就突然是在那次之后才开始突然讲话的。然后就觉得，不知道怎么话题，然后就觉得，玛利亚啦啦，懂那种感觉吗？就平时你们学校、你们班上有个小群组，那、啊、平时不讲话，那突然在班上或是出去聚餐的时候，突然开始在狂聊，就是会突然吓一跳，或是会怕很尬聊。下午好，今天没什么事情，因为这几天太动力的把稀有环境生物抓光光了，就有点，暂时没什么动力。还有一个动力就是我现在在找巨大的那个异形鱼。玻璃异形鱼以及那个毛鸡亚种，我只剩这两个啊！还有啦，拍摄啦，那个拍摄任务真的好烦哦！我明明拉到最大了，还说不够大，是要多大啊？很烦呢、欸。蒙牛龙可以开始刷柱子了，哎、欸，到底要刷哪个啊？难度等级二的呢？可是我之前刷难度等级一的泥鱼龙也刷到攻击组啊！我要截图哎、欸，那只应该不是异形鱼吧？那么大只。玻璃呀！哎、欸，中了！哈哈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啊啊啊啊！好了，这边结束了，这边毕业喽！再就只剩下毛鸡了，哈哈，我好强哦！然后昨天晚上，我也在这边钓鱼，然后发现这边好多大型鱼类哦。就这里，很多小企鹅的地方，先下，等等再回来。好，
路上小心。这里。迪迦，一堆小企鹅。然后这边超多大鱼的。然后随随便便都是几百几百点数在跳。啊，你不是去睡觉了？呼哩呀！这边都是大鱼。破船还好，破船就只有一只大鱼啊。可是这边超多欸，我这边都是钓到两只、三只的大鱼，然后就是出去再换回来。你看，又一只贪心黑尾鱼过来了。那个是上右边那个粉粉的，这个粉粉的是上等刺尾鱼，这个刺身啊，白金鱼。可是白金鱼的力道，哇！哦，认错了。这边可以钓最大种的鱼。刺身。那这边150在跳，想说听到回一下。我觉得你真的也不会很好睡觉啊。如果我一直讲话，你又一直想听的话。那再加上我如果白目一直叫你的名字，包包睡咯，包包这样子，应该是爽到嘴巴在上扬那边笑。是谁啊？没有。大雨点，嗨 ，hello， 哎，结果我那群真的没在挂台，可以偷骂他人吗？这是谁？我看一下，嗯，无缺啊 ，Tina 小鱼啊，艾琳啊，紫色啊，就这几个最近玩斗阵的好伙伴。他们自从我没玩斗阵之后就没有出现在这边了啊，无缺还有啦，那其他的人就可能就没有出现在这里了，还想跑？这个啊，就只有一只鱼啊，所以我这边就只钓一只，就又跑回去了。好像都不在。对啊，你看，连建国都来了，他们却都不在。我觉得你不用开粉专的啦，我真的记得你名字了啦。没有，也不能怪他们，他们现在在玩魔族，所以怕他们卡，就算了，就都算了。有几个在麦块？不是啊，他们几乎都在麦块啊。除了有一个老居士会来啦，只是他现在在上班，然后有时候都会上班偷挂台。然后我跟他讲说，
你能挂就挂，不能挂就没关系，不勉强。粉中展蜘蛛网，哎呦！还是 nice，你有想刷？我现在我拍照拍照，我觉得私下拍吧，不然开台拍拍不好，很心情很差。哦，我本来是想要等那个啦，我开始在研究散弹跟侧甲怎么用，才要去刷珠子。而最近比较没有麦块的精华影片啊，因为都在玩魔物猎人，所以，嘿嘿。会啊，而且我也不会勉强别人来强迫别人来挂台啊。如果真的强迫的话，我兔窝200多个人早就出现在这边了。啊，我去那边 po 个文好了。可是这边会看的也很少啊。来打个。我开台喽，拜托来挂台，啾咪。好了，没有些要怎么讲？像有几个也跟我比较好的，可是我却从来没看，也不是从来啊，真的很少看到他来。他、啊、是谁我就不想提了。那有几个真的是完全没办法跟台，跟到我有点火大的，因为那个话题都是我在开台聊的。谁嘞？我要点名了哦，像水里呀、啊。他到昨天之前还不知道钱钱不是我养的，孩子想说啊，我家的新成员谁啊？不是另外一只鹦鹉吗？我说那我爸的不是我的，还叫我拍钱钱的照片给他看。来挂台了。我用手机没办法，可以啦。你手机打开我的台，去忙你的吧。好了，现在已读八了，但我的观众没有起来。你看，我这群观众不是观众啊，这群干爹没有啦。有些可能是上课上班在偷看偷滑手机，所以我也不能怪他们。反正就是要偷瞄一下他们，偷瞄。表偷偷，我们来这边一下下，去找小兰哥，直接爆料，没有啊？现在看哦，现在已经已读十了哦，可能好啦，这十个干爹可能扣掉10个好了，原本是28个，不是我兔窝的那个干爹。好了，已读12了，这样好爽哦。可是就是不能看到谁已读啊，有没有？不然一个抓出来公审，我觉得这样很好玩欸。上班正大光明，你做什么啊？好好哦，我以前真的最好的就是我最后一次的美联社的那个店长，他以前是很凶很凶，大家都不敢在他底下做事的。然后就是我跟他也很熟，我有说过，就是离职又回来很多次。那就是跟他就是真的是朋友，当朋友真的很不错。可是当同事就是公事归公事的那种感觉，他不会说是因为跟你很熟就对你客气，该骂还是会骂。那就是跟他聊很多，然后也就是在他也帮他做很多事情，他就是我跟他就可以互相配合的那种。
就是他去忙他的，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事，他都不用讲。那后来就是我之后决定离开那边来做实况的时候，他就以为我开玩笑。他因为他暑假、啊，他说哦，怎么办？要找 PT 了耶。我说，哎，他说早晚 P， 因为晚上那个攻读生不做。我说早上的也顺便啊。他说好啊。然后后来想想，你认真？我说对啊，我要离职了。我说真的假的？你要离职谁来帮我？然后就好啦，你去吧。对啊，听令来报道。你看，哇，有多十个人了，哇，有用有用，哇，有用哎、欸，哇，来这边干一下，人数就多了，好开心，没有，人数就多了，好开心，哇，真的，做人要主动一点呢、欸，你太被动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呢！哎、欸，怎么都是古龙啊？我不需要啊，我没有想要古龙啊。啊，现在魔物猎人，我现在玩的就是当神奇宝贝大师，我要抓什么生物哦？我在乱抓，现在主要是那个亚种的毛鸡。我其他环境生物都抓的差不多了，巨大种也有了，那现在就是要毛鸡而已。进去增加已毒素，哇！我有干爹，他是死都不打开兔窝的来，他在那边收集，他之前说他收集了7000多个已毒，不吧，7000多个未读讯息都在兔窝，然后。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哇，兔窝真的是长期都一直有人在聊天呢、欸，都是你们这群，也是因为你们这群兔窝就是比较不会无聊，都有东西可以看。而且最早期的兔窝是那个，哎、欸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不要逼我。最早期的兔窝是我开个台关个台就有999个未读讯息，为什么嘞？他们都在刷贴图。然后刷到就是有人开始反应说，可以不要刷这些无意义的讯息嘛。然后之后就是慢慢改掉。以后开台再来哦。有啦，其实这个版就是应该要做到宣导的，就是可能在FB 发个限动限时动态，然后在 YT 公告一下，然后。在就是在各种我会曝光的地方公告一下，这个才是应该要做到的，不然我没有去曝光，所以知道我开台的会比较少，懂吗？这本来就是我应该要做到的，但是我没有去做，我就是怕说你去，就像你去告白，有是有机会嘛，但是你就是怕。